这两个人莫名其妙的笑了一晚上，够瘆人的。是有点奇怪。爸，前两天还在抱怨这里不争气，怎么今天晚上就变得眉来眼去了？哎，妈，说不定是爸今天跟这里在一起工作，朝夕相处的，发现我们这里身上不少优点，自然而然就喜欢上我们这里的人。 能发现他优点的，恐怕只有你吧？啊？妈，你是这核桃仁？来，嗯，挺好吃的。再来一个，再来一个。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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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根据对您的眼部检查，我发现您双眼的视网膜周边有裂痕，并且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视网膜脱离。诊断很明确，是孔源性视网膜脱离，必须尽快手术。可是这段时间我并没有感觉到我的视力有明显的下降，或者是有什么不舒服啊。那是因为脱离的部位距离您的黄斑区比较远，所以你的视力没有明显的下降。但是，一旦你的视网膜脱离范围影响了黄斑，你的视力 会很快下降，甚至失明。根据您的病情，从现在开始必须停飞。学长，上午的病人都看完了。啊，那你们吃饭去吧。哎，好嘞。 喂。
在忙吗？啊，今天我会诊。对不起啊，刚才电话放静音了，没听见。那我是不是打扰你了？没有，都开了一个多小时了，刚好出来休息一会儿。怎么了？医生说了一会儿就到您手术了，你别紧张，知道吧？但是这个手术啊，就前后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，没事的啊。你渴不渴？要不要喝点水？要不我给你弄点什么水果吃？你别紧张吧，我没事儿。我不紧张。哎，我哎，小白呢？不是说好来看我们人呢？我妈，我就这。43，姐，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傻孩子，你怎么手术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家里说一声？就是啊，你的主意怎么这么大的？哎呀，不是什么大事儿，我的眼睛也没有特别难受。那个，是不是小白说的？那可能是吧，这不是没来吗？哎呀，别怪人小白，人小白那是懂事儿。玉晴，甭管你以后看不看得见。能不能飞？妈妈就求你平平安安的，好不好？哎，妈，你别哭，呸！我肯定能飞。你再哭一会儿，我也哭了。我们手术流眼泪是很危险的。妈妈，别哭。爸，你说你这孩子，霆锋呢？怎么就你一人啊？他忙，我没告诉他。你干嘛不告诉他呀？这么会儿时间都抽不出来的。小声点。打电话。哎，爸，别打电话，他有手术。你别给他打电话。哎，爸，一会儿雨晴就要手术了，你别影响他心情好吗？哎，行了，你就不能对我温柔点儿？怎还怎么温柔？爸，你收一收你那脾气。那怎么了？我瞧瞧。还没做手术呢，瞧什么瞧？没瞎。是。徐医生，有个叫孙小白的打电话找您，说关机长11点钟在普瑞眼科动眼部手术，要你准时过去，你快去吧啊！徐医生，5号手术室紧急情况，需要您去一趟，我先过去了。
我们全家人都在门口等你，哪儿都不去。别紧张，手术一定会很成功的。你加油，雨晴，一定行的。嗯，来来来，别紧张啊。嗯，爸。哎呀，坐下。哎呦，别害怕。好了，我进去了啊，放松啊。走，我们等你啊，在这儿。阿姨，你们先坐会儿。哎哎，好，来吧。妈，你坐一会儿。妈，你坐会儿。哎呀。高升到85厘米，把平高升到85厘米，准备换炸弹，准备换炸弹，血压下降，患者突发失颤，出颤，打水，充电，充电完毕，准备出颤，充电，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，那不应该呀，多余。不会有什么危险吧？会的，妈，别瞎想啊，不会有事的。啊，手术成功，把病人送到 ICU 吧。大夫，大夫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手术很顺利。手术很顺利，回去静养就可以了。啊，谢谢啊。怎么样，雨晴？没事。啊，慢点，慢点。没有不舒服吧？跟大夫说您是遗嘱的哦，行，那行，慢点啊。我上来了，哪个房间 ？B 多少 ？B10是啊，看见了。这儿，来，交给你了，清风。我来晚了。你今天手术做得怎么样啊？非常成功。对不起，今天你的手术没能陪在你身边。你别这么说。你在全力抢救你的病人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我的医生也会像你一样全力治疗他的病人。想到这里，我就安心了。
我看看。啊，是，是我儿子，是我儿子5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娘俩拍的。好可爱呀！是吗？哇，长得好帅呀！肯定是遗传了您的优良基因。真的，你看这小鼻子小嘴，跟你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哎，徐老师，照片呢？我都检查了一遍了，除了那几张严重受损的以外，还有这几张也有点泛黄，要不要一起修复一下呀？好啊，好啊。哎呀，就是太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，那我也一块拍下来。好好好。俏俏，你先忙你的，我赶紧的准备一下食材啊。好嘞。这张。外派出去学习移植技术的医生已经归队。除了心脏移植，未来的这个中心还会同时开展冠状动脉搭桥术、心脏瓣膜修复和全主动脉置换这些心外的标志性手术。领导们参观以后都给予了一致的高度评价。太好了，秦峰啊，你现在就可以放开手脚，大大的干了。不管你是需要人还是设备，院里面都会全力支持你的。不过秋风啊，一定要多注意身体啊。哎，对了，雨晴情况怎么样啊？她周五拆纱布，我还想跟您请假。那还用说吗？肯定批准呐。太好了。哎呀，这么关键的时刻，身为人家男朋友，您可不能缺席呀。谢谢高院长。清风，是你吗？是我。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，今天我可以帮你把纱布揭下来了。可是我现在特别害怕。怕什么呀？医生说了，之前每天的检查你状态都非常好。万一我看不见了怎么办？万一你看不见了，我就送你一头盔。啊？戴着头盔，你磕了撞了。不能把你撞傻呀！有你在，还能让我撞着呀？没事啊，别紧张。开始了啊！等一下，不行，我没有准备好。你就想着摘掉纱布，第一个看见的人就是我。开始了。慢慢睁，慢慢睁。你睁开眼睛，第一时间可能会有点刺眼那个光啊。别紧张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怎么什么也看不见呀？你别吓我。你怎么瘦了这么多呀？你骗我，你吓死我了。看见你真好。我们拍张照片吧。
纪念我重生。啊。打个电话太突然了，你猜我带了什么来？带什么啦？汤，汤，我专门给您煲了汤，让您尝一尝。巧巧，哎呦，我跟你说，我给别人煲了一辈子汤，还是有人第一次专门给我煲汤，真的。哎呀，哎呦，我太感动了，巧巧，快坐，快坐。哎呀，你要是喜欢呀，以后我天天煲给你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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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巧巧，尝尝，尝尝，好，看看味道怎么样？猪骨汤。嗯，哇，煮这个汤是很费时间的，没有几个小时煲不出这种乳白色。煲汤就要讲究细火慢炖，才能体现心意和感情。所以我很喜欢煲汤。哎呦，巧巧啊，我就觉得我找着知音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说别的，就备着汤料，没有真情实感，我跟你说，绝对煲不出好汤来。我就刚才一喝这汤，我说太好了，你这里有什么材料啊？还，这个常规的炖法呀，是放枸杞和党参啊。除此之外，我还加了椰肉、生姜，还有。陈皮啊啊啊啊！因为生姜可以温暖脾胃、散寒除湿，椰肉和陈皮呢，滋润清甜，可以丰富汤的口感。是是是，我说这汤怎么这么好喝呢？哎呀，这孩子真好！快趁热多喝一点。我打扫一下卫生。你干嘛？巧巧，别呀！怎么能让你干这些活了？坐下，巧巧，坐下。巧巧，你听我说。哎呀，您坐下。哎呀，你看，您是长辈，我一个晚辈给您干活怎么了？再说了，是我喜欢和崇拜的人，我愿意。哎呦，巧巧，好，好，好。徐老师，哎，这个是擦地的吧？啊，对，就擦地的。嗯，但是这个你要是擦地呀，就那个缝儿。哎呦，巧巧啊，你的擦地习惯怎么跟我一样啊？擦地先擦这边边沿沿犄角旮旯的，对，是是角旮旯不容易看到，得擦干净。哦，真好。哎，你，哎呦，这个孩子，哎呀，像我，优秀。喂，你好，哎，我马上就过来了，就在你们这附近。好嘞，不好意思啊，谢谢。嫂子，哎，小五，你好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以后别再叫我嫂子了，我是来送外卖的。送外卖？哎，这是你们部门小刘叫的外卖，我给他送上去。哎哎，我给他拿上去不就完事儿了吗？那谢谢你啊。那我走了，嫂子啊，再见。哎哎哎，嫂子，哎，罗云，你怎么干这个了？怎么了？干这个有什么不好的？哦，不不不，没什么不好，我是觉得挺委屈你的。哦，还有好多订单没完成呢，我赶时间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你好，罗云，我马上过来了，您稍等一下啊。好嘞，好嘞。
你好。哎，恭喜你啊，关机长，眼部检查显示一切正常，你可以重返岗位了。这是你的检查报告。谢谢。哦，你总算是回来了，我都想死你了。你们都想死你了，关机长。啊，你们的感觉怎么样？是很熟悉，我感觉好像我走了十年一样。今天是我复职后的第一飞，希望还是能跟你们默契合作。一定的。好了，准备飞前会议。是。速度100。检查。V1。排轮。收轮。巧巧，给阿姨的，快坐下。我呀，给我儿子打电话了，他可能也一会儿回来吃饭。正好，我要介绍你们认识认识。啊啊！什么？这不合适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哎，前些日子你不还跟我说，说有合适的男生给你介绍一下吗？哎，你还别说啊，我真的觉得你跟我儿子挺合适，但是他呀下班没准，咱们得多等一等，好吗？那说明徐医生敬业，只有您这样的母亲才能教育出这么优秀的儿子。可是您看徐医生这么优秀，可我这学历啊家庭背景，我配不上他。我跟你说，阿姨，我绝对不是那种迂腐的家长，我呀就最喜欢这种孝敬长辈、懂事谦虚又懂得珍惜爱的这样的好孩子。嗯，行，那我就当多认识一个朋友。嗯，这么想就对了嘛。那咱们一起等徐医生回家。好。妈，哟，哎，妈，儿子回来了啊，累了吧？还行。没吃饭呢吗？赶紧给做饭。不，妈，我吃完了，吃过了。啊？吃完了？哎呦，哎，本来呀，妈妈有个好姑娘要介绍给你。哎呀，你看看你，下班回来晚了。你是没看见呀、啊，太可惜了。哎呦，做了一桌子的饭菜，特别的好。我跟你说，煲汤绝了。妈，我是回来看您的，不是看别人的。还有，我已经有女朋友了，我的女朋友是关雨晴，我不需要再认识其他女孩子了。哎呀，行，你跟那关雨晴愿意交往，你就交往啊，是吧？你们现在还没有谈婚论嫁呢，对吗？都捂着虚呢，是没摆。我正想跟您说呢。我打算跟雨晴结婚了。你说什么？不行啊，不行，我不同意。理由呢？什么理由？我都跟你说了800多回了。第一，就他那个弟弟不成器，把这两个姐姐逼成了伏地魔，生生把他大姐逼成了离异妇女。就这个陈志军就是你的前车之鉴呐，儿子。第二，他是高渐岭派来的奸细呀。从这一点，我跟你说，我就没相信过关雨晴。还有三，这个关雨晴的情史，哎呀，简直太复杂了，是吧？那个孙小白不提，那两个机长为什么分手啊？还有。就他那个家庭环境，就他们那个教育，那跟咱们家不匹配呀，是吧？肯定抵令。我已经是成年人了，我有权利选择我要娶谁，我也有能力判断这个人是不是适合我。徐清风啊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现在在你心里，这个关雨晴已经超过妈妈了？
妈？为什么非要拿女朋友跟妈比？未来我们会是一家人，不是敌对或者竞争关系，这是生活，不是比赛。妈，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，这辈子我非关雨晴不娶。雨过天晴，机长沈浩，我交过两个男朋友，一个是大学同学，还一个是在后来实习的时候认识的。现在他们俩都是机长，一个在南航，一个在国航，都是资深机长。就是他。喂，您好，您帮我找一下沈浩机长，啊？哦，他公派学习了，啊？那我问你一下啊，他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哦，明白明白明白。哎，那您看这样好不好啊？我把我的那个手机电话给您，您呢，等他回来，告诉他，让他给我回个电话，好吗？你看你刚出院就去飞。注意点身体，妈给你做点好吃的补补哈。哎呀，还是我妈疼我呀。那当然了。啊，哎，啊，你看那女的，那女的不是志军他们单位的同事吗？跟你姐夫还不清不楚的呢，这会儿怎么又跟这个好啊妈搅在一起？谁知道？去打个招呼吧。嗯，这挺好。徐阿姨，哎，哇，这么巧啊！关家妈妈好啊，你好。那怎么样？陪妈妈买东西啊？啊，今天的猪排挺新鲜的。哦，对了，今天牛肉打折，你们可以多买一点。哎，对了，俏俏，就拿这个鸡，生态农场的，没有抗生素，对身体特别有益。你真厉害，徐老师，这个可是名牌。对呀，吃就吃最好的呀。今天啊，我们要做一锅甲鱼炖土鸡，我们给清风补补气。那行，阿姨，你接着买，我们先走。哎哎，听我跟你说啊，官家妈妈以我的经验，这个炖鸡炖肉呢，要用天然水。你看。我买了一大桶的农夫山泉，因为它的天然弱碱性。对，天然弱碱性的。我再去拿几桶。不用，刚才你拿我就没有说你。其实用那微信小程序，人家就给送到家了呢。你好厉害呀，徐老师。好嘞，你忙啊。徐老师，以后我要多向您学习，多向您请教。好啊，以后啊，我要教你的东西还特别多，特别多呢。着急。慢慢的来啊！以后妈你也喝什么天然弱碱性的水？什么一个水？妈，你不是要去大姐那儿帮忙吗？赶紧去吧，别陪了。那也行，不过刚才徐阿姨说那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不会的，但有些事情该说就得讲清楚，对吧？好，那我先上去做饭了。嗯，好嘞。哎，你说话的时候要注意分寸。放心吧，我知道。哎，嗯，上去了。咱们那个煲那个汤啊，它那个就是一定要有时间，你没有时间就是不行的。那个，徐阿姨，你去买菜去了。哎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阿姨好，徐医生还没回来吧？哎呀，我们家这个大医生什么时候能准时下班？不是做手术就是值夜班，总是忙着。啊，对对对对。这位是？啊，对对对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。
啊，她呀，就是我儿子徐清风的女朋友蓝俏俏。你们好，妈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好好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啊，这样咱们走吧。嗯，哎呀，你把这给我吧。呀，没事儿。行，你这一路多沉呐。年轻不怕。我心疼了，真是的。徐阿姨，哎，买这么多东西哈？对对对。怎么样，有事儿啊？我有点事儿找您。行，俏俏，你先上去。好。哎，先上楼，记得啊，先洗手，喝点水，吃点水果什么的啊。好。哎，外面风大，别着凉啊。好好好。徐阿姨，嗯，我不知道你怎么会跟蓝俏友在一起。那他之前跟我姐夫的，他跟你姐夫是上下级的关系，因为人家姑娘社会经验少，一下子卷入你们家的是是非非，弄得单位也是风言风语的。为了跟你姐夫划清界限，人家递辞职报告了，工作丢了。他这么跟您说的呀？有问题吗？事实证明，你们家的问题重重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呀跟我们家清风不合适。但是你不尊重我的意见，那我没办法，我也只好不尊重你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蓝俏俏是我介绍给我儿子的女朋友。好吧，你忙，我走了。用力啊！怎么着，徐家老太太又给你找女孩添堵了呀？我最近吃了个马小，不错啊，改天带你去吃。哎呀，我跟你吐槽情敌，你跟我聊马小，你果然跟我们是不是个频道了？你走开，别打扰你了。你打我呀？哎呀，我受伤了，我去喝水吧。哎，美女，嗯，别那么打，容易受伤。啊，我确实不太会打，打着玩的。你要是打拳的话，应该是这样摆，用你的腰去带动骨拳，这样是比较有力。哦，我不太会，要不然你教我吧。好，咱们先从站立开始，然后你的脚是左前右后，稍微上，对。然后你的腰带动你的手臂，然后你的肩膀出拳。什么？这位学员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教练，我也想练拳，你教教我呗。可以，没问题，但是你稍微等一下，咱们继续。小朋友，你先到别地儿练拳，好不好？来，还是摆到这。教练，我觉得你教的都太基础了。我是一个职业拳手，参加过很多比赛。那太好了，咱俩比划比划。如果你赢了，我买你全部课程；如果你输了，这位美女就交给我。小白，闹呢？你说的，一言为定。来，比试比试吧。